江耀新，你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？我现在所有的生活都让你毁了，你知道吗？像你这种混蛋，不值得原谅。你不能娶我，你能娶他是吗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！我们还没结婚呢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后悔下不求婚了？你真觉得这一切都会改变吗？勇敢面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也可以重新开始。